新闻继续来开始，嘉义女中新任校长蔡芷松的就职典礼，日前是盛大来举行。这个现场除了讲蔡芷松的厝内底人，合伊的夫人嘛是日前高中校长刘雅梅，拢有亲自出席之外，伊原本就任的这个华侨中学的校友，佮有家长嘛咯，日前到现场来观礼。而新任的校长蔡芷松嘛，基本家己会当串联着嘉义女中愈来愈进步。嘉义女中新任校长蔡芷松就职典礼在图书馆来举行，来祝贺馆内贵宾云集。原本就任华侨中学的校友热烈莅临，嘉义市副市长张惠珀也到场馆内献上祝贺。南台湾著名的学校，有百年以上的历史，他的校友表现非常杰出。现任的校友会理事长许文珍也非常认真的要把校友集结起来。其实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，我认为要秉承对教育的本质，教育就是文化传承与爱的实践。作为教育工作者，要利他优于利己，要造就学生，培养为国家培养人才。嘉义的校长郑校长八年以来为嘉义创造了很多高峰，我想新任的蔡校长秉承他过去在华侨高中的经验，一定能够把校长把学校治理得更加精彩。我们这样祝福，也为嘉义市培养人才。谢谢。新任校长蔡芷松表示，未来承接嘉义女中教育重担，信心十足，将尽上大的努力，带领嘉义女中会当更上一层楼。新闻陈美彤，嘉义市蔡康报道。